龙浩家里开什么？天哪，这个很难哎！我发现那个茱莉亚跟我一样公园派的，我们都是公园流的。公园不屌不屌，咚咚咚。林香，林香，打鼓不该提哪鼓的。你真的很不错啊。有你是做什么的？你没有看过他？那个社会版好像有看过。孙孙，你在 KTV 会唱谁的歌呢？豆豆那边。都不唱吗？我朋友都会点你们的歌哎，我们会整个给他包起来，助兴七小时，你要现场示范一下吗？现场助兴一下。那很幼稚哎。那确实啊。是真的很幼稚啊。你们来试试看好了，你来讲讲看怎么样？我讲啊。你讲啊。下一位嘉宾。我要准备。也卖哎，切切 ，one two 切，不是因为我这个人的强项不是写段子，糟糕了，我就是那种即兴哎，就是你说脱口秀最烂那种，哪个原唱最正啊？在原唱，哎，在原唱答对了，漂亮，你懂我。李荣浩家里开什么、啊？李荣院，好，不用理我，不用理我。天哪，这个很难哎，还是来，还有十分钟，很难，听到红灯快点闪好不好？因为我这个比较喜欢一搭一唱的感觉，还是有人想跟我一搭一唱吗？还是酷炫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那我讲几个笑话好了，有些事情是要分类的嘛，我们不要混为一谈，尘归尘，土归土嘛，土尘归土尘吗？什么东西？我在讲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德怀是不是？啊，德什么？德楚德楚，哎呀。聊聊天嘛，聊天。哎，喜欢反骨吗？喜欢。真的吗？从小陪伴你们到大，真的挺对人吗？对不对？看看肾结石，整个 ban 不见了 ，ban， 整个 ban 内箱了，整个流量 ban 线了。啊，你喜欢反骨什么地方？好笑。好笑。还有吗？好像没了，对不对？很色。很色。你看我就知道你们关系这样子。哎呀，三代同堂的。这里最年轻的几岁？有十八的吗？二十。二十。好。我终于懂那种要接观众的球的那个压力了，懂不懂？阻尼球啊。了解了解。快乐阻尼球啊。啊。还要聊什么啊？天哪！你们对我们有什么 question 吗 ？You have a question？ 都没有。有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是有公蛋过的。没有，就是做 YouTube 啊，新媒体啊，拿相机拍摄这样。喜欢耍宝啊！我有几个新笑话，我要当大家这个喜剧飞机杯。计程车很自由，可以怎么样？怎么？可以退税，因为 tax free。你准备很难嘛？哎呦，有没有携手来一下、啊？哦，我发现那个 Julia 跟我一样公园派的，我们都是公园流的，公园不屌不屌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林香，林香，打鼓不该提哪鼓的，林老师，对，真的很不错啊，不错不错，很棒，洪德亮啊，好，最后一个笑话，对，为什么我是这么厉害的人呢？因为我是顶泰丰的哥哥，顶泰森，顶泰丰的亲戚是谁？你们知道吗？顶泰进去。没中，红灯亮，谢谢。真的没准备吗？你们整我对不对？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他好有趣哦，为什么他连随便讲个什么网络笑话都好好笑？他刚一开始讲一个什么东西还被破梗，很正的原唱是哪一个？正原唱，好好笑，为什么那么好笑？好厉害哦！你觉得你的诀窍是什么？要不要跟接下来演员还有我分享一下？你没有看过他？那个。社会版然后有看过，会聊会聊，还有就是那些会进学务处的同学手机上，想到一个
泰国晚上在路边散步啊，然后你吃饭呢，就是过那么久还是会难过啊。难道你跟我一大一唱很好笑啊？你是我都对过最好的一任哦。我知道。骑士还在原地守候你。阿山，不知道我偷偷排队中，给他一个 surprise。是有点尴尬，还好是不是？那你放那个标语可以吗？文丽文丽，棒棒棒！哇！好感动，好久不见，是家人。英波拉皮，英波拉皮，婉晴妈妈。好感动，今天讲睡哦。夸奖乱夸。你腿有英波拉皮哦，变瘦。小胡子没拔。故意留的。你干嘛留这个？因为我当钢铁人啊。哎，文迪又来了。来，你的头啊，已经十二月到现在，我们已经四个月不见了。有那么久吗？有啊，十一月，对，十一月到现在。对啊，从日本到现在哎，好久了。日本啊？啊，你现在哈嘞你？你现在怎样哈？是谁要哈？谁哈？现在是谁哈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从来没有看我球赛哦。那时候你还看我球赛干嘛啦？这跟香那个时候一样啊。其实我是去看后啊，是去看喝欧斯的。中场上来我吓到哎。惊喜吧？不是你是交新男友是不是啊？我最近有个新闻说什么魔兽把他一个搞大，疑似出生前女友。他们刚刚给我看的新闻，我把他被瓦干达弄了。没有啊，没有怀孕。你报备，拍照对眼就怀孕了，玩这种瓦干达 forever。我没有啊。刚刚说我们分开可惜，那是啥问题？我为什么这次没有努力帮你追回来？就是我怕我自己没有办法变到你要那个样子，所以我才选择守株待兔，在等你，因为我成长了。以前的我哭到山上吊啊，死都要你回来啊，有没有变之后再说。我这次没有这样，骑士还在原地守候你。好啦，好感动哦，就像我自己的哭吻呢。我感动，就是像战士一样，还在等主公回家。那都变成回忆啊。我超爱乱来的，可是要在一起超困难。那是你啊。我很难把妹妹交给所有人一样。最近怎么样？耳朵变比较安静。你之前都超吵的，但我觉得想念你的幽默。想念我的，每次看漫威的时候，快！我看漫威电影是放片头我就激动了。对。有人要走了，我要把他留下。我说我去哪里啊？有彩蛋啊！是路人呢，我叫他留下。不能走，不能走，有彩蛋，有彩蛋，不能走。哎，那怎么办呢？等你回归啊！啊，没有我哎。去喝酒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想到你。那我怎么？难道你跟我一搭一唱很好笑啊？难道你现在被我教得很会表演了？然后你在泰国游乐园，我就是要去。就看到影片都会难过啊！但我已经三月多，你怎么日本行？怎么还有林婉萱的封面呢、啊？对啊，难道在泰国晚上在路边散步啊？然后你吃饭呢、啊？就是过那么久还是会难过啊？不是我感性以外，是因为你是我都对过最好的一任哦。我知道，我以前是超级无敌大恶魔，你现在是小恶魔，想念反骨啊？你有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妹妹像大 S 跟库龙一通电话，我电话号码多少？09。哇！是已经有小弟下来心了。我觉得我这次真的太 man 了。很多算命师说我3536会结。啊，你应该玩到60吧？这是不是很慢的？会 kick 掉。哎，可能搞不好你会交新的男友，可能会交下一任，但不知道，就试看看吧，多走一点路。如果不适合的话，骑士永远在原地守候。很浪漫。对吗？对吗？好久没有讲对吗？哎，我们一起都会讲对吗？对吗？你也是啊，你搞不好遇到第二个我出现，那你要对人家好一点，要比我要更好。搞不好20年后手电话号码也不要换了，我的也不会换啊。跟你打来啊。星座缺点，我们刚才车上讨论各个星座的缺点，我发现，哎，基本上没缺点，怎么搞的？对呀，好屁的。星座有什么缺点？你讲啊。我感觉良好。至少不自负啊。缺点就是你都觉得你自己很公平，但其实是很不公平。就你会讲得很所以然，就变成说这是你自己的公平。还是其实天秤座才真正的双标仔？对啊，超级双标哎。自信是好事嘛，那不要自大就好。没缺点，你看天秤座，给你们到底。那巨蟹座很多事情都放在心里没讲出来，对吧？准，大家可以忍超久，大家都觉得你好好，但可能他哪天就会爆掉。巨蟹优点啊，贴心嘛，善解人意，我觉得就是光是能跟我在一起那么久就很棒了。他凶起来也是很倔的哦，他气起来也是气哦，气。平常很少生气，你如果问我最好姐妹，我们8年没吵过架，一到我就会吵到你。你只是比较激动而已，但其实你是心地很善良，是超级善良。